多的声音，就类似于像羊叫啊、牛叫啊、牛叫，还有犬吠，甚至于尖叫，像很多很多种声音。比如说大熊猫撒娇的时候呢，就会发出嗯嗯这样的声音，然后还有像咩咩的羊叫声音。然后另外呢，一般在寻找自己的宝宝或者求偶的时候呢，也会发出咩咩的羊叫声音。然后在他们受到惊吓或者生气的时候，就像刚刚的艾灸。